哎，就170嘛，175/500为3000块钱，这个号是7000块钱，有378/100，看下皮肤，火麒麟皮肤先看一下。没有和秒之间，这个号贵了，贵了。没有秒之间，你可以跟讲价6000块钱，这个号可以拿下。我看一下 M4 有什么皮肤啊？这个号没有那个白沙 S14冠军的号，这个号5000块钱可以讲到，可以拿到手，好吧？看一下幻神。看幻神，幻神只有个冠军之幻，没有黄忠，没有周瑜，这个号3500吧，这个号3500，对不对？他肯定会出售给你，100%会出售给你，因为没有这两个皮肤，这个号属于说不怎么值钱，但是有98K还好，该有的东西都有，对不对？这个也那个也那个觉醒了，也还行还行还行，这个号还行，3700左右吧，这个号。但是他妈的收你4000，收你7000块钱就过分了，7000块钱有点过分了。来，我看一下这个交易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啊。图鉴，25%，有个牛牛 AK， 猫猫手套没有，太贵了，这个号太贵了，这个号太贵了，这个号不对劲，7000块钱买贵了。如果你在我的广告哦上面买的话，这个号最多最多5-6千块钱就可以拿下，省2000块钱还能给我说话超火。这首歌不好听，这首歌不好听，吃亏了，但没事，吃亏是福。对啊，你太亏了，麦哥，你应该买号的时候找我啊，我给你弄一下，对不对？假如说你这个号是7000块钱的，对不对？那老板看到我这个屌样，6000块钱可能会拿下。明白了吗？6000块钱肯定是 拿得下的，不用7000块钱，你被坑了，只能说你这号被坑了，坑大了。那你这个号要什么东西啊？你这号要这个东西吗？哎，我操，要这个东西啊？那你扫码吧，好吧，麦哥，扫一下，快点，兄弟们，直播间兄弟们别扫啊！扫一下。哎哎